相视帮北韩接班人睇相。切，个样懵懵地，唔够聪明，冇老豆咁奸。似扮猪食老虎，蛊惑多啲。哇，乜你哋咁样话银仔金正银噶？佢系北韩金氏政权第三代接班人嚟噶噃，个样咧就似阿爷金日成，矮矮肥肥咁就似足老豆金正日啦。党干出瓜，官干出。佢寻日出席劳动党党代表大会，年约26、27岁嘅佢曾经留学瑞士。有玄学家就话佢嘴细眉浅，作风保守，上台之后都好难有巨变噶啦。亦都有话佢眉短，好难驾驭下属同服众㗎。